Hello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Hello，这里有火把，有人吗？你会真的会接火种啊？哦哦，这里感觉好温馨的感觉哦。可是我通常觉得这种温馨的画面应该不会持续太久才对。Hello，这里有什么吗？地底峡谷，要走这里是不是？真的是哦。我看一下哦，这里有什么吗？我一直往上走，然后这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。可是我还是好在意那个吉祥物是什么？吉祥物到底是干嘛的？哎呦哎呦！好，可以，OK，果然吓到我了。好，我们达成一个成就，是不是？被吉祥物吓到？好，成就自信。OK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啊。这里是哪里？哦，大峡谷哎，这里是什么？还蛮壮观的地方啊。然后哎，地底村庄，这干嘛？我要搭矿车是不是？好了，哎呦哎呦，扣血。Hello， 这里有地底人吗？小哈比人、小矮人们 ，Hello， 会不会后面忽然会有一个那个啊？把我抛进岩浆里的感觉？哦，好吧，没有。这就是地底村庄，太棒了！不过我还是得快点回去，我可不想用矿车。先找人问一下出去的路怎么走。Hello， 制甲师，不，离开哦！我要拿矿车，拿矿车给他，真有逻辑性啊！Hello， 啊，其他眼呢？绿宝石，离开。OK， 我看一下。啊，矿坑中来了一个活人，不要碰我，你这个披着人皮的怪物！什么？你说你是因为罹难才出现在矿坑的？姑且相信你。问怎么离开这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出生就在这长大。不过村长应该知道出去的办法，毕竟他是村中年纪最老的。哦，所以说你不是村长。然后我可以用绿宝石跟你换东西，还可以换屏障。我屏障换屏障。我要换这个吗？应该不用吧。这是什么？村长是？那这附近有什么吗？这个是什么？故障？这都坏掉了是不是？哦，这感觉是一个同时机关哦。我猜等等我们可能要来修之类的。破釜酒吧，破釜酒吧不是那个吗？我记得破釜酒吧好像是哈利波特的那个一个酒吧是不是啊？有点忘记了哦。农夫，矿泉水水源。哦、我要去找村长，我要去找村长。Hello， 村长你在哪？你这个村庄有点大哎，蛮酷炫的哎。OK， 这个是什么？村长比尔村长的小屋。Hello， 比尔，比尔，你是不是有个弟弟叫比利二世啊？然后他死在那个坟墓是不是？农夫，你不是村长吗 ？Hello， 杂事。看来你说，看来你就是新来的。你说你想从这里离开，这是不可能的。等，先别动手嘛，我是有办法。只不过你必须先帮我找，做点事，到时候我就告诉你出去的办法。你要我？哇，这个是水源是不是？你有看到那个小池塘吗？那是我们唯一的供水处。他开始慢慢枯竭了，我希望你帮我找出原因，并且解决他。事情完成后，我就告诉你离开的办法。那他呢？你还有其他东西吗？没有了。哦，所以说我还要……可是等一下，这本书应该可以跟那个吧？这个人讲话。我刚刚有看到这个可以换的样子，这个水源可以换什么？矿泉水。哎，他给了一本矿泉水哦。嘿，新来的。不喝一杯天然的矿泉水吗？问问水源的问题啊！我小时候水还很多，到后来开始慢慢减少。如果再继续下去，整个村庄可能就变历史了。矿泉水，沃夫。如果真要找人想办法，也就只有他了。去找图书馆的沃夫吧，他应该会解决你的所有疑惑。OK， 沃夫是不是？图书馆的沃夫。哇，我真的是，现在是在怎样？找那个，找那个跟 NPC 到处讲话找事件是不是？沃夫信仰教堂，这里，图书馆。Hello， 沃夫，我给你房间。你是谁？你就是矿坑中的妖怪不是吗？真是快吓死我了！你好，我是沃夫。你想
解决水源问题吗？那就去源头找答案。我记得村史有记载通往水渠水源渠道的房间，但我并不知道确切的位置。不过我知道谁有通往房间的钥匙。去找杰克，他是地下村的设计者。你们可以不要这样子一直让我跑来跑去的吗？我天啊，杰克是谁啊？杰克和罗斯，你有演过铁达尼号是不是啊？这是法克哦，法尔，然后杰克不知道在哪。杰克 ，Hello， 杰克 ，Jack， 哎，房间，钥匙。话说你想知道这里的秘密吧？不是都写不能进去了？为了村庄吗？好吧，只是你只能进去，不准回来。这是我借的钥匙，最低限度的。你要给我钥匙是不是？消失。奇怪，怎么找不到？我藏去哪了？我记得放在跟自己家很像的地方，到底在哪？放在跟自己家很像的地方，我怎么知道？很像的家是不是？不对，他这边还有一个那个隔间哎，这个地方是什么？这啊？这里是什么危险？然后呢？等一下，跟自己家很像。所以说我要找一样的房子，是不是这一间吧？这一间，这个是谁的家？法尔，你把钥匙藏在这吗 ？Hello， 消失。耳朵？什么？再说大声点，我已经老了，耳朵不重要了。耳朵，只要能医好，我什么都听。我要给你圣水，是不是？耳朵哦，圣水。好，所以说他现在听不到我的声音。希望哦，圣水，希望耳朵，你是不是少给我一本啊？耳朵，所以说我要再去找治耳朵的方法，是不是？我天哪，治耳朵的方法，哎呦，谁会治耳朵？谁跟我讲一下？哦，这里，我猜是这里，这个房间上次也没去过了，信仰教堂。Hello， 哦，真的。圣水，看来他的老毛病又犯了。毕竟他可是村中第二老的，要治好他只有一个办法，只要拿圣殿骑士所守护的圣水，便可以治好世上所有的病痛。不过你应该没有对吧？不好意思，刚好我有。我的天哪，到底是一定要让我这样跑来跑去的吗？真的有够烦的。Hello， 我给你圣水，希望啊。这瓶水是啥？神水是吗？虽然我老了，但是我可不吃你这小把戏，一定要我喝是吧？好吧，好东西拿来。你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吃陌生人给你的水，渠道钥匙，好，然后他治好了，他就给我钥匙了，是不是？我天哪，渠道钥匙，他说要放在哪？回字砖是不是啊？所以说是这里吗？好像是是这个吗？Hello， 我不被吓到啊！哦，这里是哪里？走路上去是不是？不要这样，我头晕了。没关系。这里是哪里？这个路好窄哦，然后这里好多屏障哦。所以说我要走去哪里？这里是什么？饮水系统。这里有一本书，日记二。日记二啊，我没有拿到日记一的意思吗？等一下，这样没问题吗？我没有拿到什么日记一耶。看一下好了，管他的。差月差日，今天终于引弟弟湖水到村庄了，真是个费时的工作。希望他们不会擅自撕毁条约。什么条约？然后前面这里是哪里啊？我要一直往前走的意思吗？哎呀！哇，这个。洞窟也太深了吧！我本来想走一点点而已，就超长。地底湖泊，我来到一个奇怪的地方滴。日记一在这里。差月差日，必须跟他们共用水资源吗？签契约吗？付我50颗钻石。不过这件事不能让其他村民知道。哎呦，看来这个哦，这是法尔的，是不是？法尔他那个。收了那个这些
前然后用的是些地底湖水，而导致那个湖水出问题，所以没水是不是？我猜的哈。哇，这个是1.89的船哎、欸！哇，这个船，这个船好久不见啊！然后，哎呦，船爆了，船爆了！哇，好兴奋，好久有没有体会到这种船爆了的感觉了 ？OK， 那现在这里是什么？水源控制所，这是什么契约书？我要拿契约书干嘛？跟他换东西的意思吗？哦，这是哪里？